Hello，大家，我今天要去一下公司，现在是下午2点钟，我一会儿呢带你们大家去看一个20万的一个房子，要帮一个客人约2个房子，明天我要带他去看一个投资房。OK。20万的一个排屋，在费城的 zip code 是19111，然后这个房子呢，地址是246 Sterling Street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具体情况。Living room， 餐厅，餐厅这边是一个全新装修的一个厨房。先，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，最好是卖给一个买方，但是如果按照出租来算的话，它的租金租到1300到1500。I just want to show what the neighborhood looks like. This is, I think this is a pretty good one. Okay, 那今天的视频呢，咱们就先大致介绍在这里。费城它是处于一个发展中的一个比较好的城市，它拥有永久的历史，然后地理位置介于纽约跟华盛顿之间，车程开到纽约跟华盛顿各为2个小时，所以它的房产呢，在以后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潜力。那么我们今天看的这个20万美金就能够买到这样一个房子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对购房的需求的话，可以联系我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